民国102年10月19日，一日在古科界呼风唤雨，今日竟然任人宰割。民国102年11月22日，堪称古科界大帅哥，今日竟然眼冒金星，狼狈不堪，瘦得我头昏眼花。哎，除了头昏眼花，来，赶快，赶快。阿公眼睛脏，太太看成娘，指着纱窗说：“哥，蜘蛛网。”大家好，我是叶竹，花哥割喉咙，赵哥倒栽葱。这两个男人万万没有想到，身体健康是如此重要。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，看似强健的体魄，终究躲过岁月的摧残。俗话说得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所谓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这一切的一切，究竟是政治的纠缠，权力的纠结，还是命运的纠葛呢？让我们